哎，这太少无兵了，要么遇上个俊点的小闺女，好不容易啊，有个齐刘海、黄头发、打扮的 cosplay 的小闺女，还是个 gay， 还是个男的，哎，真少了，也不知道我下个病号什么呀，嗯，叫号吧，下一位，哎呀，又是个黄头发的小闺女，哎，美女。 你这仰着头看上面，上面有什么好看的？吊顶了？哎呀，赶紧记住我！哎呀，美女，你这个造型挺别致啊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你是怕眼泪流下来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这不就鱼刺卡着了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让鱼刺卡着了？啊，我给你看看来，张嘴。啊，怎么还能让鱼刺卡着？这么大个人？啊！ 啊！你这不只是吃鱼了吧？你爱吃大蒜了吧？哎，不是大夫，我叫你给我把鱼刺拿出来，你还管我吃不吃饭干什么？该不跟你是啊？都给我眼都辣出泪来了。不，你就没试试用烫汗水来化一下它？ 大夫，我烫也是化了，是醋也喝了，馒头我也往下咽了，我就是下不去。不要着急，我给你想想办法啊。啊，大夫，你快想想法吧，急着难受死我了。哎，大夫，你拿筷子干什么？你这是要准备吃饭？ 我吃什么饭？我吃饭，你不是鱼刺卡好了吗？我给你夹出来。好，大夫，麻烦你了哈，那你快点哈。啊！哎，你这个牙龈有点这个出血啊，你这个智齿有点发炎啊。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大夫，你到底是个什么大夫啊？你牙科大夫啊？ 是，我看你这个鱼刺有点糙，卡的有点深，用这个筷子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啊。那大夫，我这应该怎么办？办法不是没有，这样，你拿你可爱的小指头，哎，往舌头根一压，一抠，说不定就可以清吐了。清吐呢，它就有可能把这个鱼刺给吐出来。 那我试试啊！别，你别怕，你别在我这吐，你吐了我还得收拾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大夫，你这法不好使，根本吐不出来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是，幸亏没你们吐出来。那我还有别的办法，你等着啊！哎呦！ 我不恶心吗？恶心什么？你看到我这样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哎呦，哎呀，大夫，你这烦什么呀？我晚上回去卸妆，比你这恶心多了。那看样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。哎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，大夫？哎，你快点说啊！ 喏，大夫，你这给我纸和笔干什么？这两样东西能给我把鱼刺拿出来？我这不是让你拿鱼刺的呀。那你让我干什么？我是让你提前把遗书先写好。把遗书先写好。什么？你这不就是个庸医吗？你？不是，哎呀，这不是什么庸不庸医的事儿。 哎呀，你这个让水看了也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不好了吗？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医生，简直全部都是庸医。哎，这老夫学艺不精啊。